刚来就要关，说到做到，没有，我现在不就在开游戏了吗？你们等一下嘛，开游戏不用时间吗？你们我这样子，游戏就开了吗？你们怎么有这种想法？天真！生气！好，我先设定一下 Sophia's 诅咒。我先设定一下那个 Twitch 的那个 怎么拼啊？Sophia 的诅咒，去你妈的诅咒！设定一下啦，等我一下，get。Boogie Man 变 Sophia's 诅咒，All right。We really need to，我们真的一定要玩这个吗？这看起来好像更可怕欸。哦，What the fuck？你们这群小王八，你们不是小王，你们这群大王八蛋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哈，你们居然推我坑，你们逼我玩，我他妈到时候，我劝你们最好到那个 Nightbot 机器人上面出现什么，你们最好再给我点进去，都给我照做，频道给我定一定，粉丝团给我定一定，我他妈的拿我的心脏出来跟你们搏命！你的抖内绝对不会抖到黑仔熊的肚子里，而是帮助这里的。我跟你讲，不会抖到肚子里，抖到内科去了，我都快得内伤了。哦，开玩笑，呼呼。好了，我上个厕所啊，我怕我真的等下会尿裤子。等我一下，我上个厕所。All right, I'm back.
我们相信黑熊，他虽然有时无脑，有时胆小，但他为了观众，绝对愿意献出自己的心脏跟胆子来娱乐大家。哎，你错了，我要收台了，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游戏第二款，苏菲亚的 Curse， 苏菲亚的诅咒，一个诅咒，好吗？好了，那这一款游戏其实是跟刚刚那款差不多类型的游戏，那我们就尽快的开始游戏吧。This mod is harder for skilled players that like to be。哦，有等级是不是？操，当然是玩诅咒等级，怎么可能一来就玩 Nightmare？哎，你好啊 ，FR 邻居 Knight。All right， 好，我们现在 loading 喽，我们要来到 Day One，We go Day One， 然后就宕机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骗你，现在，Oh no， 他没有宕机，他可以玩砍羚羊。好嘞，我们完全看不懂 ，good， 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啊、oh ！啊！我的声音有杂讯哦，真的假的？现在还有吗？我现在声音现在还有杂讯吗？哦，对哦，这款游戏好像旁边有点界面哦，我稍微挪一下我的位置。我可能要挪在这个地方。好嘞，这游戏是说有四个机器，一楼两个，二楼两个，然后坏了就要修。没有心脏跟胆子没关系，你还有肝脏跟肠子可以捐赠，然后有个东西会吓你。好啦，然后呢 ？H。What？ 哦，我可以点是不是 ？All right， 两个机器，然后这边是三个机器。What？ 看不懂。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是什么情形啊？A B 二楼 C D， 显然 C 要坏啦。哦，按右键是不是 ？All right。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需要先跟他来个初见面 ，you know， 我们需要来个 ，Oh my god，What the fuck？
我好像有一点点会玩的，好像，好像有一点点会玩的。好，然后就这样哦，所以我就一直维持，想尽办法维持，让它不要坏掉，是这个意思吗 ？OK， I think I can do it。我觉得我懂了，我觉得我懂了。然后我一样要去吸那里，对不对？吸吸吸，这也是 B， 吸跟 D 在楼上，吸跟 D 在楼上，吸跟 D。好，来吸，然后我们去一下 D。去低去低去低低应该低 ，All right， 然后换楼下有点快坏，对不对 ？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Keep move， Keep move， Keep move。楼下的 B B 快坏了 ，B 快坏了，所以我虽然完全他妈搞不懂这游戏到底在干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子 ？What the fuck？ 楼上 D 快坏了 ，D 快坏了 ，D 快坏了。我们要迅速的去滴那里滴，哇的 fuck！ 我总觉得我会被吓到滴滴滴。啊？还是我反应太快，不能让电停？我不知道。现在是，我就这样一直按着，我就这样一直按着。好，现在看来 B 在坏掉。你的心脏跟胆子吗？黑熊还在的话，请举起双手 ，push your hands up，push your hands up，push your hands up。好，如果发电机时要注意听，如果出现了 Sophia 的声音，要赶快停下来，快去他涂上安安的地方。什么叫他涂上安安的地方啦？我听不懂你在攻啥小啦？为什么我觉得又是 Freddy 类型的 game？ 妈的，你们都推荐我这些鸡巴的烂 game？What the fuck are you thinking about？ 哪里是安全的地方？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安全的地方，我什么都没听到啊。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你懂吗？我什么都没听到。I don't know what the fuck is，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现在我不要讲什么英文，我他妈中文都快不会讲了。别怀疑，好像就是什么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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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啦。然后好，继续好了，我要躲起来了，我躲起来了，我快受不了了，我要躲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这边有一个爱心？我、oh, 的、yeah. ！黑熊，测你的 XP。我是不是死定了？我一直听到有人在讲话、啊。你不要开门啦！操你妈的！嘻嘻嘻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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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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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啊！哦，它会随机出现在转化链接的样子。我看这个我再狙一次，我就这样，我要很简短的玩完这个游戏。我真的已经 hold 不住了，我真的 hold 不住了，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极限到不行了。A 跟 B 是不是 A 跟 B 好 B 完了，我是要去查 A 了 A。看到他之后往反方向逃，前提是我还要先看到他，也太可怕了吧！干！我听到有人在说话了。
这声音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现在听到 D 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听到 D 有没有看到 D 现在要坏掉了 ？D 现在要坏掉了，有没有 D？ 好，我要直接左转了，左转，好，没问题，直接去转左转 D。好来，然后现在要去西有没有？啊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哈哈哈哈啊！我要站在这里等剩下的三分钟。什么？他到十点才 checkpoint？ 好了 ，G 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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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G 了。What？ 你还是要继续玩 ？Serious？是知道我弃坑的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强迫我玩下去吗？认真的吗？他在强迫我，干嘛呢？这游戏在强迫我玩游戏？你有被游戏逼迫、逼架着脖子玩游戏过吗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游戏不给狙哎、欸，干！Alright， 我们现在要到二楼了，我们要到西房间再来旋转一下，旋转木马，叭噗叭噗叭噗。好了，嘟噜嘟嘟嘟嘟，嘟噜嘟噜嘟噜嘟，嘟噜嘟嘟嘟嘟噜嘟，嘟噜嘟嘟嘟嘟嘟噜。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？一直玩这个游戏，就这样逼你一直玩。每当你觉得拒绝的时候，他的电灯就这么闪了几下。当你往后退，你以为拒绝了，但是他的血量还是那么多。每当你觉得要拒绝了。No！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
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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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正在努力的鼓起勇气继续玩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安安，喜安安，喜安安。黑熊现在觉得湿湿的眼眶跟下面，真的，你是我的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 B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D 点，有没有 ？D 点在楼上，我一直记得 D 点在楼上 ，D 点在楼上。我听到有一些怪怪的声音，完蛋了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 ！I feel I'm gonna die。Right, right. Get down, get down, get down. Just get down. 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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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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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极限中的极限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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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玩继续玩下去。你知道，我宁可玩玛丽喵玩，宁可玩玛丽喵玩50个小时，我也不要玩这个游戏玩5分钟。Oh my god！Scary Night 才在第二次而已，我已经闪尿了。我突然觉得上次玩的 SCP-087 简直就是牵着泰迪熊在阳光大道下面散步，还摘了一朵花拿在手上。啊，哦。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今天的。玩的，从9点半到现在也已经1个小时半了。Scary Night 今天就到这里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到这里。OK， 今天，既然都会被吓到，那转灯转屁啊！我真的觉得这真的不能理解啊！既然都会被吓到，为什么还要转灯呢？我真的不能理解。干是黑熊，你这样敢呛我？你知道我现在精神多么紧绷吗？你这样敢呛我？拜拜 ，time out， 拜拜。所以才说你一次跑2款真的呆就不真的，设计一个小房间就可以让人玩得崩溃，他也让你在整间房子里面跑来跑去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好了，我来看一下哦，Scary Night 表单。
然后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叫做《Sophia's Curse》跟《Boogeyman》，真的很抱歉，《Sophia's Curse》我没有办法再玩第二次了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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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办法 hold 不住。我觉得我已经到了，你知道今天如果有个极限值有没有？这大概就是极限了。然后我现在贴个表单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贴个表单到聊天室，就是关于这个《Scary Night》其实是可以投稿的恐怖游戏，来。Scary Night 游戏投稿，我刚刚贴了一个链接，就是你们如果有什么想看的，这边我 YouTube 那边也贴一下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我玩的，或是怎么样，反正这个主题叫 Scary Night，那我会固定在每个礼拜五进行这个 Scary Night 的实况。那你们有兴趣的就到里面去投稿，让我知道你们有哪些就是操你妈的恐怖游戏。对，所以蜘蛛人可以玩，没有玩过一次了，我就不会再玩的。玩过一次了，我就不会再玩的。然后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投稿啊，投稿里面有一些。不太对，有人投玛丽喵，这玛丽喵就喵，玛丽喵不是恐怖游戏，我要的是恐怖游戏。然后另外一个叫 Pretty Heart 那个是那个算是有点类似玛丽喵的感觉。那恶灵进化就完全不是恐怖游戏，好吗？然后我预计下一次我还没有想好我下一次要玩什么，因为其实有蛮多游戏的。那我不瞒你们说，很多游戏其实我已经。就是下载，已经在 Steam 上面买了。就是你们刚刚游戏整个游戏进行之后，你们的抖内金其实我都会拿去，比如说你们推荐什么游戏，那我可能就会等它特价的时候就可以买下来这样子。对，五月后宫其实我已经实况过了，你到我的 YouTube 频道看就知道，我已经实况过了。对。好了，那今天的 Scary Night 就到，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啦，就。感谢你们今天晚上，而且其实我发现聊天室里面还蛮多，除了就 DA、Nico 都在，那其实今天在浮出水面的有蛮多新朋友，我不太认识的新朋友啦，对，那欢迎你们来，就是很高兴你们出现在 Panda Punks，对，那以后每个礼拜五，如果你只想看恐怖游戏，每个礼拜五固定出现。但是我也欢迎你去看我们玩其他 anything 的游戏。对。黑熊、萌熊何苦为难自己？就是因为你们就是鸡掰啊，观众就是鸡掰啊，就是嗜血啊！你们就是想看到实况组像我一样被吓得他妈精神失控。这样，好啦，那恐怖游戏定义会让我哥吓到崩溃。你真的是我妹吗？你真的是我妹吗？你真的是我妹吗？玩 Into 躲在身后，那个也真的是太可怕了，会吓死了，好吗？啊，其实都在单不打字而已，你可以跟我打个安安嘛，让我跟你打个招呼嘛，对不对？OK。好啦，那我们其实我还有一些事情啊，就包括我还要稍微想一下今天的影片，我到底要两款游戏分开呢，分开剪辑上 YouTube 呢，还是我专剪一款就好了？这都是我可能要去我要去考虑一下的东西，懂吗？啊，嗨，赤井安安哦，安安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Scary Night 就真的到这边要到一个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水看了啊，谢谢你们，虽然你们笑得很爽，我也叫得很爽。